报告队长。怎么了？内急。还来啊？切。那个老草包怎么还不回来？巡夜，巡夜，老草包，老草包，老草包，巡夜。队长，人不见了。啊！大家分头去找。走。老草包，巡爷。王思茂呢？思妍也不见了。什么？到底是谁干的？那怎么办？从现在开始，谁都不许擅自离队，大家一起前进搜索。兄弟，两肋插刀，呸！大难临头各自飞，切！
赶紧出来啊！下来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枪没打准。本来这枪应该打在你脑袋上才对，不过我身边这个兄弟枪法很牛，曹国舅，给他示范一下。我。原来是个娘们儿，嘿，长得还挺好看的，真是越漂亮的女人心机也就越重啊。哎，找到队长没有啊？没找到啊。哎，你们抓到那个东西没有啊？好了，喂，我呢有一个办法，你俩假装要走出野人山，不在这儿待着，留下我一个人找队长，他们就以为我是唯一的一个目标，他们就会来攻击我，咱们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以我为诱饵，他一旦出现，我们抓住他，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哎哎，醒了。说不说？你的名字叫卢刚，爹妈媳妇，阿诺大弟弟。说啥呢？我去，这娘们儿不会说人话呀、啊！我估计刀子能听懂。阿哥卢来，大妈们可以多贴个皮夹，你就干脆去北马吧。你都没有那本事，让我们压着不？阿哥卢。